程局长。嗯。你是想用他来要挟我？你觉得我会这么做吗？不会。所以我敬佩你。但是你想我会因为出于感激把军火白白送给你们，你就错了。想要坐标，放了我，给金条。对你今天君子之举的感谢，我给你打八折。狗朋友，嗯。不过金先生，如果你能给我打五折，我会更感激你的。其实你心里边很清楚，有时候钱不是什么东西都能买来的，比如说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希望，还有你跟你太太的感情。程局长高看我了，我不是什么英雄，担负不起国家的前途跟希望，我就想要钱。我也知道这几百根金条不是个小数目，但你们共产党想拿着我这批军火去打江山啊，这点钱都出不起啊。看来你真是一个要钱不要命的主。你是越来越了解我了。对，我拿不到钱，活着跟死了没有什么区别。这么着，你们先带他回去，你再好好想一想。真是油盐不进。没关系，现在他太太死了，心情比较低落，干什么都比较极端。明天把他送到市监狱去，换一个地方，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也好，希望我们还有机会。是啊。希望我们还有机会。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宋红玲知道杨景秀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如果大岛认出了自己并且向城墙告密，那样的后果是自己无法承受的。不能再犹豫了，她应该趁着和大岛独处的时候杀了他，以绝后患。宋医生，大岛医生，你找我？我是来问一下药品的情况。哦，还需要更多的便利西林？这个有点困难，我会尽力。谢谢。大岛医生，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面？是吗？我认不出来了，
不过，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医生，应该是很难忘的。像我这样的一个普通人，你一定是认错人了。我以前在上海工作过。是吗？哎，不过我是个军医，平时不去医院的。那可能我真的认错了。你一定是认错人了。明天还有手术，大岛医生要多休息。谢谢。我去看看其他的伤员。宋红玲的直觉告诉他，大岛其实已经认出了自己，但他不会向城墙告密。他决定自己也不去捅破这层窗户纸，这有违军统的传统，也有些冒险，但为了少杀一个人，这么做是值得的。你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啊？我知道你辛苦，我在家吃了就给你带点汤补补身子。我爸气还没消呢。这汤啊，就是他让我送来的，他还不让我表达是他的意思。你说，这不可怜天下父母心吗？等这阵子我忙完了，在家里多待两天，陪陪老爷子。嗯，他气就消了。有进的消息了吗？我来呢，就是向你汇报这件事情。我打听到，从市公安局转移到市监狱一名重要的犯人，据说是伪满的高官，我怀疑是季宇轩。尽快想办法把他弄出来。有困难，但是办法总会有的。你召集大家，开个会商量一下。还有啊，现在城里人心惶惶，我想借这个机会打击一下中共的士气。怎么打击？还没想好。小心点吧，别影响事大。不会。你准备什么时候下手？你说大岛？嗯。他不记得我了。你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试探过。你要是不方便，我来处理。不用，我说过，这件事情我自己动手。又发现一面墙的标语，在哪儿？小四道，赶紧带几个兄弟抄家伙给他涂了。是，你们几个跟他去。是是，走。不让他们跑了，追！杨景修没有跟宋红玲说实话，就在他向宋红玲建议打击共产党士气的时候，他安排的行动其实已经开始了。在军统滨江组的组织和唆使下，哈尔滨各种敌对势力趁着共产党机关大批撤离哈尔滨、城里空虚的机会，大肆制造暴力事件，打115起，疯狂进行反共宣传，以配合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攻势。留守在哈尔滨的公安战士并坚决勇敢的行动，反制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在那段时间里，击毙各种反共分子26人，抓获67人，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西子哥，西城外发生枪战，调我们过去支援。没看这边也忙着呢，先让他们顶住，快去。是。国民党特务不甘心失败，为了给共产党更沉重的打击，他们把目标对准了仍然在城里留守的共产党高级干部。
这事儿只能是哈尔滨监狱长和你联合指挥的部分人知道，范围越小越好。这么严重？嗯，暂时吃紧，也许明天就会打到陶来少，所以转移扩大了。犯人要转移？是啊，重要犯人要转移。一是杜绝他们的获救机会，防止他们的复辟行为；二是有些重要的情报需要进一步审讯。转移到哪儿啊？暂定绥化、佳木斯。这是转移的名单。你喝点水。我这就走了，就准备一下吧，赶紧。好。这次时间紧，任务重，危险性大，得多加小心啊！你放心吧，打这来。啊，好，那就别送了。好，你先走，保重啊！好。说我说你们什么好，啊？公安局应该是哈尔滨最安全的地方。现在呢，光天化日之下，在大门口就杀死了一位市领导，丢脸！不仅丢你们的脸，也丢我的脸。是我责任，我没提前安排好保安措施。现在承认错误管个屁用，人都死了。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怎么保护老百姓？局长批评的对，但是现在咱人手确实不够。你把嘴给我闭上！人手不足，没有困难叫你们来干什么？局长，重点嫌疑人的名单出来了。你们现在给我听好了，这名单上的每一个人都给我抓起来，以及跟这些人有关系的人严格盘查，不得有误。是。好喂好喂，公安局门口发生枪案，中共高干当场殒命。好喂好喂，公安局门口发生枪案，中共高干当场殒命。大爷，北分报。号外号外，公安局门口发生枪案，中共高干当场殒命。号外号外。玉涵，怎么不下来吃饭啊？我不饿。怎么了？不舒服呀？怎么了？这是强盗、恶魔、杀人犯。说什么呢？胡老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胡老师？哪个胡老师啊？就是指导过我文章的那个胡老师啊。你是说共产党市委的胡部长？什么时候的事？今天下午。你怎么知道是国民党特务做的？就在公安局大门口，一枪毙命，狙击步枪子弹肯定是特务干的。哎，可惜让那些特务跑了，当时陈大哥也在呢。他没有杀程强？没有，陈大哥没事。胡老师多好，又给学生讲课，又资助贫困生。从来没有见他对任何一个学生发过火，
些特务怎么能对一个好人下如此狠手呢？我要跟你谈一下。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下午2点，老何他们执行的。我要听的不是事情的经过。那你是要问为什么杀人了？现在共党正在撤退，必然在哈尔滨留下地下组织。通常负责这个事务的是胡奇祥，这就是理由。那么另外呢，这可以造成市民的恐慌，还可以震慑那些亲共的人。这样做对我们有实质性的帮助吗？消灭一个敌人，震慑一群敌人，有没有帮助？强词夺理。就算你们要行动，为什么不事先跟我商量？我跟你商量过，我说要趁这个机会打击中共的士气，在你医院的办公室里，你忘了？我没忘，打击士气不代表要制造恐怖。宋长官，我能说句话吗？你说。你这是妇人之仁。战争里只有胜败，没有对错。像仁义，你入错行了。你这样做只会惹恼共产党，给我们带来麻烦，你考虑过没有？你不会不知道他们现在正在追杀手，就会对军火的线索放松。你之所以这么激动，是因为程江也在现场，对吧？你什么意思？庆幸的是，我让人杀的不是他吧？你本来要杀的是他。宋长官，你小看我了。我知道还需要利用程强，绝对不会因为你跟他之间的关系弃大局而不顾。但我今天不杀他，并不代表以后也不杀他。需要的时候，我会自己动手。我跟他的关系？我跟他什么关系？这要问你自己。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早就好。但愿如此。宋长官，我们今天都不冷静，这样说下去不会有好的结果。我去客房睡，你自己想清楚。自己跟程强有关系吗？没关系吗？宋鸿龄自己也恍惚起来，但他知道，在听说枪杀案发生在程强车上的那一刹那，自己心里确实是紧张过的。他也知道杨景修说的并非全无道理，战争是只讲胜败的。但每当他想起韩秋池舞弊案，再想起他看到过的那些纯洁质朴的共产党人，他就感觉他当初加入国民党时的热血信仰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慢慢被消失。他想找回当年的那份热情，却一无所获。三儿，哎呀，姑爷呀，不好意思，我以为有人忘了关灯。您怎么在客房呀？我最近啊，休息不太好，老打呼噜啊，这想着能让他睡个好觉。那我给您换一床新的被褥吧。不用了，小翠儿啊。哎。我睡客房的事儿，不让其他人知道，要引起误会就不太好了。
知道了，古野，那您早点休息。好。今天的话有些说过头了，杨景秀反复批评着自己。可他之所以会这么直接，是因为他感到了一种过去从未有过的担忧。他担忧宋鸿龄对国民党的立场不像以前那么坚定。或许这只是因为自己对城墙的嫉妒而产生的错觉，但无论如何，必须阻止这种可能的出现，无论是为宋鸿龄，还是为自己。猜你就行了，看看乐阳光多明白，真刺眼。你是说我还是说阳光？我想你可能是说阳光。昨天睡得挺好的吧？没梦见我吧？还记得我们在岳阳的那个小阁楼吗？只能放下一张床，只能放下一个大衣柜，吃饭也是这么吃的呀。我当时说那叫欧洲的贵妇餐，可您呢非说在东北叫上炕。你是来喂红枣的吗？说的好像我打你了一样。有些话比打更伤人。对不起啊，红玲，昨天呢我情绪失控，说话偏激了。我也有不对的地方，也许你说的对，我选错了好。忘了我的话吧，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彼此的。哦，对了，我得到情报，公安局近期转移一大批重要的犯人，我们要在此之前把金玉轩弄出来。知道具体转移时间了吗？新一军已经开始集结了，那必须抓紧了。如果劫狱的话，我们的人手肯定不够，所以我要向总部发报，从长春站调来一批特别行动组来支援我们。不妥。为什么？一，韩秋池不能信任；二，行动队携带武器，很难保证安全穿越交战区；三，人多嘴杂，万一泄露了，犯人会被提前转移。倒是有个办法，可以试试。弟兄们，既然军统这帮的人没完没了的给咱们找麻烦，咱也甭跟他们客气，啊，奉陪到底。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凡是有贴反动标语啊、发反动传单、蛊惑聚众闹事的，甭废话，见一个抓一个，必须要杀杀这帮人的威风。哎，对了，子枫，你们的管辖那片可是高发区啊，你要弟兄不够，我到时候调一帮人再过去。这帮瘪犊子天天的给咱们这儿折腾啊，都给我听好了，招子给我放亮点啊。哎，乐什么呀，我说的听进去没有？严肃点，有什么可乐的？这你们还乐呢？还不赶紧给这把瘪兔子给我逮着！是，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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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你拿出来，别动！
光天化日的逗我们玩呢是吧？带走！走走走，快！太嚣张了，拿我们当摆设了。奶奶的！过来，你俩，哎，过来，过来，你，叫你俩动作快点。新来的，叫什么呀？怎么进来的？知道这儿的规矩吗？红爷问你话呢，容啊！兄弟，我是个有文化之人。有个屁文化！那个我没听清楚，那个你再说一遍。我说有个屁文化！现如今可是共产党的禁欲啊！弄死，必须给我弄死！我今天死，你明天死，都一样。你说什么？明天这监狱所有人都得死。说什么？反正都得死，没活头了，给我个痛快吧！兄弟，你知道什么？你说，红爷宽宏大量。你不知道，国民党要打过来了，共产党要撤退，明天晚上要把这监狱所有的人都给灭了口。我真的不想死啊，可怜我娘。没人扫庄啊！兄弟，你告诉我，是谁告诉你的？我表哥在公安局当厨子，今天来探监告诉我的。大哥，怎么办？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啊！别慌，姓程的，这可是你逼我的。你是他朋友吗？对。白天看见谁打他了吗？没有，不知道谁打的。鬼啊！他说的打他的那个人，咱们监狱没长这样的。哎，你看着点，别让人再打他了啊！小心点，别再出事了。好，走。没事吧？死不了。明天有人来探监吧？对，晚八点，南角门。
到时候你始终跟着我走，机灵着点，记住了吗？是的。你带几个兄弟，这几个口子给我看好了，有人过来直接干掉他们。你到时候看好情况，带着其余的兄弟们往那边冲。来，放心了。好。成功了，一切都在按计划秘密的进行。八点，南角门往东300米小树林接应。等天黑吧。那么多了，小红妹，你就跟我走。走。这边，这边。滚犊子！我是哈尔滨公安局局长，我叫程强。我现在一个人过去，
跟你们说几句话，希望你们不要开枪。你们肯定听了有些人的谣言，共产党绝对不会屠杀犯人。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跑是跑不掉了。你们好好看一看，你们手里有几条枪，我们有多少条枪。我告诉你们，今天你们把枪放下，咱们既往不咎。如果执迷不悟，那就是死路一条，大不了咱们同归于尽。说有没有同伙？没有，真没有。糟了，接应咱们的人被抓了，那怎么办？那边还有一扇门，走。人呢？我也不知道，刚才没看清楚。这边。不许动！小兄弟，我看你也没几岁，有些事情还没有来得及想，没有来得及做吧。
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畔。你清澈又神秘，像贝加尔湖畔。